先 check in 到那个饭店里面，然后因为现在早上9点，把行李放着，然后等一下就先去市区。在阿姆斯特丹，大部分人都是用脚踏车去移动。现在在 Bondel Park 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最大的市政公园，没有很多那个无所事事的人，虽然现在是平日，他们就在这边晒日光浴。这边有一张床，双人床，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厨房，它是有点像公寓式的那种。这边拉出来会变一个沙发床，有一个书桌。欧洲的梅类超级便宜的，跟葡萄这样子。3块欧就这么大一盒，然后葡萄这样子不到60块台币。我不知道这个行李箱的密码是什么，应该两个是一样的，就这个就开了，但是这边的用了一样的密码之后开不了，因为它是三码的，所以从000开始试到999，看能不能试得开。那晚一点要去市中心吃饭，订了一间餐厅。现在是5点半，可是你们看外面超级亮的。到晚上8、9点才会日落。We got time on our side, in a state of home. I need you on my fire. Vegetables with shredded coconut, green beans with corn, also coconut with peanuts. Just stay alive.我们刚刚吃完晚餐，然后我们吃的是一家印尼餐馆，主要是沙爹跟串那种的料理。然后现在是9点多，因为有时差，所以还蛮想睡觉的，所以就准备先回去饭店休息。早安，我们现在在一间 brunch 店吃早餐，这边可能有点吵。这个是苹果派跟 cream。Thank you.
是先买了票，然后现在先去吃个 brunch， 然后下午两点左右去博物馆。拜拜。